原神是可以囤，原神其实囤不囤也无所谓的。我第三次遇到你了，老铁，哈哈，哈哈，V 我五十，不对，V 你五十，这把我玩是吧？开了开了，这把真开了，兄弟们，这把真开了。怎么会设你希尔单通是吧？巡猎好，希尔单通好，表演一下希尔单通给你啊！要是翻车了，我当场倒立拉稀，兄弟们看好了，希尔单通翻车倒立拉稀。OK，队伍启动，快速编队，蹲蹲蹲蹲蹲蹲，单通可以不用我一响，我直接点自动，咣。后面怎么还是飞起来？群里也单通这么牛，那可不。韧性击破才十等舱，组织条物质，什么东西啊？你看两刀就一条命了啊！软这个字怎么读？就读软的。哎哎，等等等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哎，等一下，别。好好好，无所谓。那个巡猎 buff 会出手，现在发弹幕可以上电视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我一刀一个，看好了，一刀一个，咣！怎么才10万？不可能！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别死啦！32滴血，不会吧？完了，别！饶过我，饶过我！怎么办？这怎么办？这不大退呀、啊？这都死了，这怎么大退呀、啊？大退没用啊，死了大不了退的，死了大退还是死了。我骑马倒立，这怎么办？这怎么办？兄弟们，怎么办啊？要暴力拉稀事实证明啊，事实证明，巡猎单通好像不行，还是得毁灭全 buff 才好单通，因为巡猎没有任何保命手段，你知道吧？啊，知道吧？啊啊，记住了啊，记住了啊，好了，此事就过了啊，没事发生啊，当没事发生。为啥要单通？现在基本都稳通。哎呀，我是 UP 主嘛，搞节目效果。哎，真的，这你就不懂了。下播啦啊，下播，真下播了，10点半了，不早了啊，10点半了，拜拜拜拜，下播了，下播了。哎呦，膨胀了呀，选了自动，好吧，搞节目效果啊，知道吧？搞节目效果，至少得拉，我去拉稀，好吧，我倒立不了啊，倒立拉稀，这也太夸张了，这。对不住了，这个真做不到，吹牛吹大了，以后互联网不能吹牛逼啊，吹牛吹大了，这下吹牛吹大了，我操了，以后不吹了，不吹了，真不吹。